秋千。好，我怕前面没录进去，你再说，再读一遍。荡秋千。住！声音都沙哑了，你是害怕是吧？跟那大象似的。不是不是。哦。我就那个嗓子有点不好。哦。多喝水。荡秋千。嗯，祝会麦克小葵。小葵。这个大象害怕呀、啊。希望这个视频大家挑选书籍学习知识有帮助。OK。他怕了，他好像是荡不起来。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。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他想的是荡不起来，不是害怕。咱看看，我看看啊，嗯。小老鼠好想，小老鼠好想荡秋千呐！叽叽叽叽，我来帮你。小鸡好想荡秋千呐。喵喵喵喵，我来帮你，没人帮得了大象，我觉得吧。嗯。小猫好想荡秋千呢、啊。汪汪汪汪，我来帮你。小狗好想荡秋千呢、啊。哼哼哼哼，我来帮你。小猪好想荡秋千呢、啊。嗷呜嗷呜，我来帮你，小狮子。小狮子好想荡秋千呐、啊，我来帮你。小象好想荡秋千呐、啊，谁来帮他？我噔噔噔噔，我来帮你荡起来喽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落下来喽！荡起来喽，落起来喽，荡起来喽，荡起来喽，我们来帮你。哎呦，这叫这大象，大大象，嗯，对，就是按照那谁说，就是想做好一件事情，需要有合适的人、合适的财力、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建设、啊、建立人火吧，就是。嗯哼，希望能有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、见人、思考，能知道很多事情要比钱重要。OK。希望茉莉学日语刚开始。Peace.